好，lesson four，工作啥？漏改，工作漏改，工作那不得比老师写给表嘛？你拼命的 DM 撒浆是什么？那是说，我问一下，那个什么，Richard B。工作上不得比如family，我家婆也蛮善的小吧，然后，你在哪里？他在哪里工作？他在哪里工作？哈，好，那老师我们拼命的地啊，我呢，你表达的三的是来买呢？你做什么工作？如果要一路干，老师你两个部门呗。你做什么工作？诶，你做什么工作的？你怕路干路打嘞？你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工作？那你做什么工作？你怕路路嘞不？哦，你怕路路嘞？你做什么工作？你就是老师啊，直接。做啊，楼管的，什么工作？八楼嘞，而且，所以你叫什么工作？你八楼嘞，那首先那个我表姐啊，那个什么，那个文看不？你也配八楼楼嘞？你也配八楼楼嘞？对楼没有？你是啥的能力？你爸爸要不要做什么工作？你爸爸做什么工作？哦，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你也别爬楼楼的。好，那个动物的，你也嘛爬楼楼嘞？你的姐姐做什么工作？你的姐姐做什么工作？你也没嘛爬楼楼。所以他说，楼盖也没骗你，我鼻子嘛没长嘛。你做什么工作？你的妈妈做什么工作？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比如没留下来。好，那老师说说啊，看在哪里表达的了不？你在哪里工作？你在哪里工作？你被你阿妈搂搂嘞，在哪里？等你多阿边，在哪里是什么？Where？你被你阿妈工作搂搂嘞，你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噶被你阿妈嘞？所以你被你阿妈搂搂嘞，你在哪里工作？哎，老师的吗？你爸搂搂嘞，你被你阿妈搂搂嘞呀？老师，讲到底嘛，你认同嘛？老师，没嘞没啥事，没工作讲到底，没嘞都要对，没钱嘛呗，这种没有没有。你叫什么工作？你在哪里找工作？那老师，比如说没得工，这差嘛过。表情哦，那公你妈搂搂的不？你俩吗？我表在哪里嘛？皮特，我在公司哪里俩嘛？公司车，我在公司工作啊、哦。公司公你妈搂搂的，比如说你要 shopping mall 嘛，搂搂的是不路标么咯？多嘞对哦。N 商品，我 shopping mall 嘛搂着的。我在百货公司工作。我在百货公司工作啊，百货公司嘛，搂着吧。啊，那个一票为你阿米嘎吧，把你阿妈搂搂嘞，把妈搂搂嘞。你的妈妈在哪里工作？好，阿妈阿水，我也阿米嘎撒鸡蛋嘛，搂着的。我的妈妈在图书馆工作。好，那个。他们看，我也忙，我也忙哦。你玩过也帮了，你玩过啊？咖啡在嘛楼着的。我的表弟在咖啡店工作。好，那老师你一直叫第二麦的表，那叫么呢？你被你阿妈楼着嘞，你被你阿妈楼楼嘞。然后老师这个表嘛，我们拼命的第二麦，business yes，这个表 sentence 不？啊，老师等多少了？工作了没呢？老师讲到要了解我们工作，不能有造句，来不能三这地上门算了，说这言一节。好，告诉你那个亚嘛，不能没工哦。那帮一个读帮嘛，帮啊，顾你的。
帮忙也是过年的，他叫你老师在说嘛，帮着弄那五组也我上班着，那老师在说嘛，帮着弄对嘞，过年的路吧大便呢，帮忙啊来老师啊过年的，俺们帮忙呢不等于老师老师老老在，咱那什么体操表的，我那不是说奶奶立个人嘛面完了，明年迎接他不，所以老师帮一个都帮忙就是过年的，好，那时候过年我这个表在三六十六段，没在丢老师六段人咯，介绍。介绍没色的，那老师啊没色的啊，都 introduce now，sorry why，why 老师啊你好标准啊，介绍的就是没色的，而如果说第一老不对你有没色比他嘞，所以脑里呢标没标嘛 Peter 这，所以第他嘛 very educated 够脑标准，那么得帮你不介绍的，好，那老师这个工作是老师的话来说 subject。第六个这个工作，那地方接就是 this，各工作有没有必要你来表达啊？第一路就是这个工作，what 就是是这个工作是第六个 today，把表达的时候，不读个没事必要嘞，谁帮你介绍的？不读个没事，如果你有没事必要嘞不？谁帮你介绍的？那老师讲到比方不能老师。半个排长出来的时候，队友也直播嘛，我弄，对面好多客户老看的说，过年的时候啊，办舞台的，他们爬到边路线，过年的时候好吃嘛，边，欧阳文老师讲到这里嘛，对吗？谁帮你介绍的？不都讲你我没事比他嘞，把不路介绍的那么特别说，不管你有没事比的么？不管你有没事比啊嘞，这个工作是谁帮你介绍的？还有，这个工作是谁你阿妈批的不？然后都要介绍别人嘞。比如说，这个工作是老师帮我介绍的，老师让阿姑，没事别人不好。老师你讲到这个标记啊，那个莎莎，第六个，俺也classmate 啊，然后没事别人。这个工作是同学。我的同学介绍的，帮我介绍的，介绍的，啊，俺出来打算，第六个，我也问你这个，没事别的。这个工作是我的经理帮我介绍的。帮我介绍的，对老师，这个表嘛懂得差不咯？第六个不都还没说别啊？那你不都还没说别啊？那第六个人话不都还没说别啊？不，那老师就要帮这个不的啊？第六在这边嘛不咯？老师讲到帮我看那票表记录下来不咯？帮就是老师帮这边过年的，帮这边啊过年的，都秒的给我看清了不？你。subject 那讲诶，来嘛不？subject 你呢？subject 那我呢？不喏，object 那讲来嘛，帮我提来呀，不喏。而且老师，你帮我看那他几没？你也我也买，你我买咖啡，我买咖啡，我买咖啡做阿咖啡外的，我买咖啡阿咖啡外的，所以啥啦？我们银行了嘛跑来阿咖啡外的，而明天都没有课程呐。你讲咖啡里会被白露表情呢？你帮谁人提来一把？拍到来说，你讲咖啡里会被白。那老师八大遍，帮俺老师过年的，看麦老师八大遍东西，过你讲过一般咖啡里会被白露，没八大没变。就是这一块图嘛，都没有看人帮代表嘞。俺麦老师八大遍代表，对的嘛。我咖啡会，我咖啡会嘞，我买咖啡，然后是嘛，实际作业你搬出来，你讲咖啡里会比吧，比如啊，所以要说你也搬也特别，那么过楼群的哈不，比如说老师说，今天想吃那个，什么了，芒果，得第啥钱呢？你看我弟弟，就是那得第啥钱，得第啥钱啊不？俺老师讲到不要钱啊不咯？你看我弟弟嘞，对对，好了。那这不行，对面你老家话了。好，没关系 那老师第第二第啥钱呢？那老师第二第有老师不录标了，就是说第二第就是，第二第就是什么来着？芒果，芒果就是老师啊，芒果，芒果就是芒果第二第，芒果不是芒果。也的，那老师这给不弄，得啥钱呢？
生产去了。那老师讲到不要喊我弟弟回班了，说还有老师要标签了。那老师讲到不录标了，生产这是标准没？啊，那老师看我爷，你看我弟弟回班了不录标了，弟弟也蛮高。你帮我买芒果。哦，你帮我买芒果，你看我爹地里会比吧不？好，那老师啊，我骗人，我喏，什么？国民党没信用。哦，凭我国民党里会比吧，所以三点是没有标签啊不喏，南方来不留标了，凭我国民党里会比吧。然后嘞，你。阿佩，你啊，爸爸帮我买，但是，公牛的啊，电脑。哎呦，老师，阿佩说了，爸爸代表阿佩，对，爸爸，爸爸帮我买爸爸，你爸代表吗？爸爸，你帮我买电脑。好。哦，阿佩，我妈，老师，哦，我。哦，老师，我少六个背包包，哦，丢少六个背包包。啊，老师要谈话变了，那早上老师丢少买的呢？老师，我丢少六个背包路不去了，我那老师不要，那看谁？老师，您帮我买书，丢一少。本书啊，汉语书。老师，今天嘛，俺们一本都，俺们不用太白要啷的。老师不要找八路了，只有少的一百路也不要了。老师，您帮我买汉语书。啊，老师只有少个字，这个不要买汉语书，都不要买中文书啊。老师，你帮我买中文书，我只有少的，我别把书给老师动了呀。来，老师，我呀那不代表哈，我个孩子，你帮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那几欧没？问一下，我看一下，我看那几了欧没？说你让我看到老几呗，都没有开哪呗。可是老师说什么？你帮他了，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问一下不等动他，问一下就是看他浪费呀啊么？哦，看他浪费呀啊！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看到老几他呗？不知道老师说应答多嘞？老师说比谁留我看到老几呗吧？宝林哦，你帮我看一下。他说老师啊，那弄么熬你哦，对吧？哎，你看我看到老五呗吧啦？我说别什么他哪弄了？你看我看到老五呗吧？不用了，那意思，那意思。老师，你帮我忙一下。老师，你帮我买一下。老师，你看我未必看到了，我未必买了。老师，我估计说讲到也挺明确，啥也偏一边上工。你看，你那股啥币不？喏，看到了啥币路？然后看到了立马叫老虎，巴拉边，然后看到了啥币？就是老啥币吧？不？喏，股币啥币？我讲喏，就是老啥？他就说啥我？你那啥币数也这边没有标签啊？所以老师这样问一下，别当东东呀？啥来说的还没标完了？瑞士币都标，你看我啥币吧？我讲。你帮我吃一下。你帮我吃一下，哎，这老师怎么三年前没嘛动了？哦，老师讲妈妈三年两年三不供，他们你也没供供啥嘛？哎，那你聊出来啥也没供，不要留啥开门？哎，你帮我吃一下，你看我，那老啥币不？顾啥币不？啊，老师写作业印啥页的？你看我印啥里一笔吧？我不，我都没有 record 了的。你看我印啥里一笔吧？不，你帮我写作业，你看我印啥里一笔？洗衣服就是我会学的嘛，英语学的吧？哦，洗衣服啊，我英语里说明白，没有看见的，是吗？帮他们，你帮我洗衣服，你看我英语里说明白哦。所以如果漏点零嘛，especially 是表达了不咯？你看英语里有代表啦，不管老师在学几样个样方面撇，我到时候就没有表。你帮我烫衣服，烫衣服就是老师啊，英语我不背的，英语我不背的，就是说英语没有代表不？你帮我烫衣服，你帮我烫衣服啊，我他们来吃明白了。我煮饭哈，他们吃的我啊，你帮他了，你帮我煮饭，你看我，就是他们吃。好了，你看我嘴里多少杯巴拉水，那时候不留给我们嘞？你有嘛事？你帮我去菜市场。你帮我去菜市场，你看我嘴里多少杯巴拉？好，那我老师不要讲啊，就是DB point 的不，DB point 的，DB point 的就是看，还是讲那 DB 的，DB 就是老师啊，
电视嘛，那老师要看一下喷的，哦，看电视，干忙的呢就读呗，干忙的也看呢就读呗，看电视就是第一喷的，那老师要嘛啊，我那种喷开呢，那是比你奥这边的喷比吧？你帮我开电视。好，那老师要咋的那么嘛啊？老师讲到，哎，那我公家的喷比吧，苏三的。你帮我开电脑。啊，你帮我开电脑，那我给你家里喷呗。那老师，迷路啊，到时候灯灯说老师迷路。哦，那迷困的时候，老师开灯，那老师嘛啊，你用开呢？哎，那我迷路喷呗吧不？我看一下老师喷的的吗？啊，干嘛说那忙的不？那老师灯啊迷路，你看我迷路喷呗吧，所以老师不要紧了，到了啊。哎，你帮我开的一下。帮我开灯。你帮我开灯，我看到那困比吧，所以你帮我开灯一下。你看我回来说，你看我看到那么包，所以你帮我开灯吧。你们看我看到那，看到那迷离困比吧，所以你帮我开灯一下，发一下白点灯笼牙的，哦，这都懂不？好，你看家里猫咪吧，我看到猫，刚把猫奶，今天给家去个看猫呢，刚把猫奶，啊，家里猫咪吧，我在哪有叫？你帮我开车。你帮？我啊，你帮我开开车，你帮我开车，你让我家里忙会吧。所以老师讲的，不管是跟谁，当年进我 VIP，没有 VIP，现在没有 VIP，怕有 VIP，老师都没有照顾看见的，所以爸爸妈妈说，哎，你让我老辈，你给俺老辈说，他也表白嘛，只有啥嘛，哎，你帮说的还没有，对，打算三姐妹露露牙不呢？啊，哥啊，你让我说，打算俺你有成名车被买着，老师不露表么？真啥事不？你呢？我呢？来不来？喏，你呢？我呢？来不来？老师啊，你们着，你帮我煮饭着，你看成名菜，别说，俺那成名菜比买路标钱呐。哦，成名菜比买路标钱呐。老师表明喏，你呢？我呢？来不来？等哪哪屋？我帮你煮菜，煮饭。哦，我帮你煮饭，那就是说，俺那有成名菜比买不到哦。哦，你有他，你有去吗？他着，你看我把路标出来，他怎么样开呢？你说老师啊，今天你们讲。那是讲到，哎，老师，我你成名菜比没呢？不是那，俺你有国民成名菜比没不？那还是可以说，我帮你煮饭，我煮饭，我对了，老师，三到四那讲，三到四那讲八年嘞，哦，三到四那我不讲那讲，三到四讲了嘛，八个表啊嘛。所以老师，这个路搬不开，我就不录片没有？我你煮饭不啊？俺你成名菜比不？所以老师，你嘛搬出来关键性，我听了一点什么？老师，录进来还没有片子啊？好，那老师在哪里？没我们在哪用？那问爸爸来，哎，老师，俺你有 A 你有在里面不？我帮你烫衣服。那你烫衣服，俺你有 A 你有在里面，所以老师讲到哪里哪不对了？就是你看怎么样？我看见咋了？你有去吗？他？没有怎么样？我老赔钱了咋了？我去吗？他？没有没有来表露呀？没有没有。哎，妈，我帮你煮菜。妈，我帮你煮饭。妈妈，我帮你洗衣服。妈妈，我干嘛干嘛的？老师，我照烧动物呀。所以有啥？老师，这个不用忙了。不仅是考试不？他们万一这都是人跑步，这个别问了。说，哎呀，你摆一下不？好，那说生日是啊，母女啊，母女嘛，表示嘛，就怎么样？我 birthday wish 留给路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就是 happy birthday 啊。英语流行了说 happy birthday 不？那个生日快乐，生日个母女快乐个表示呢？所以母女嘛，表示嘛，是不？然后老师别话，苏当别啊，wish。祝你，就啊，苏当的，你看你，祝你，所以祝你生日快乐，所谓的惊喜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说啊个，就啊，苏当明白的，你宁过的生日快乐，我立马表示嘛子咯，苏当明白的，所以祝你生日快乐，所谓的情侣一起啊，祝你啊，第二路怕啥呀？朋友，祝你生日快乐啊，得亲嘛家咯。啊，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表那多少牛嘞？好，那说电话，电话老师，老师手机要放电话放说，你电话放嘛？老师啊，放嘛也卡牛里嘛，都能放，来嘛赶紧放你啊！老师手机呗，那老师电话放说，他把你嘛把他变那卡嘛，懂了？那大那样，大就是儿子，大那样所以两个儿子，那里面把那个就是连词不能，大也没有变你的，懂啥了？路也没有变不？哦，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路不路苗？对家吧？而且这太阳嘛，不咯？两个儿子打那样，我们打东要水，三个儿子，啊，那老师送了宝贝的，那三宝贝的，啊，送完了说，奶奶的都嘛，东那哈的，你还写不咯？那么的，那些的，
老师，老师没用了嘞。老师，我问你，老师，我给你补笔没？老师，我送你。三百分，我给他也懂路呀嘞。我送你。我送你，转给你来补笔没？录表了，那就是补笔，我送你。 老师没用了路，老师我别来补笔没说错的呀，所以老师就嘛补笔的，老师补笔的，啊，老师啊没有，哎，老师在台湾办了啦，啊，人得少了才有笔来着，要我送你，那是俺补笔了，所以讲咱别嘛不，老师到底是怎么补笔的，补笔路把他编嘛，老师我编笔路把他编嘛说，要看情况去联系不，喏，老师啊没有那条要我送你这个。录表来点看嘛，等下帮老师把片子弄 ，presence 毕业说多的呀，都要的。那老师啊，哎酷，哎，老师要回家了，老师一边弄没录表来看嘛。我送你录表里边就是补笔，所以我不录清里面有中队的，中队也不忙不得的，我把他编嘛我。好，送给伢嘞，老师来上笔的。啊，哇，当天我来上笔没？这个送给你，这个送给你，这个 subject 底下 this 送给发来上笔的。你就是 object， 这个送给你，但你我在上回没属于东西啊？那对对是吧？满的哦，对对是吧？满的，嘛，那是德米的路一他满了，还是德米的路标满了，对吗？嗯，对，满的不弄。那我写的，我啊写个一的，那一的我来说难标呢，我写的那一的，哦嘛是，要说什么？第三一他妈的不一样喽？哦，谁写的？谁写的？不就是呀喽？老师，我写的，我写的，那一点不啊？谢谢基础点嘛。啊，老师的 lesson four 课本嘛，对呀嘞嘛。所以老师基础点呢，老师那边如东吴写不弄。啊，老师讲到的还讲老师，老师太谢谢你了，是不是？因为老师太个弄烟嘛，刚刚地他太，所以讲到太谢谢你了，是不是？表白老师弄这个表白表里面写，明年帮忙我 level 如就说 degree one 帮侬记住点啦，谢谢。比如说老师啊，说说没有来上班来的，这个送给你是没有来上班看，明年记住点来不？那 degree one 呢？比如说明 degree one 没记住点啦，谢谢。哎呀，记住点来不？感谢。哦，没有，没记住点来是吧？太过，不要过。再说哎呀的嘛，过年不要点了，记住点是吧？不要那么呀了。哦，记住点我刚被买。哦，是他那跑跑不表面边在在记住这样的个侬，然后老师奶奶讲呢，就说感谢，说啥路谢谢他这个人面完了，这个人多感谢，哎，这个人就他记住没到，但他能记住的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但他能记，所以明的嘛，老师所讲那里个侬，比如说过年别，那讲那里台湾去要来的，台湾要来去嘛是嘞，可有啥别的？那你也可以说，哎，他们讲到你，他说太谢谢你了，不是太谢谢你了吗？他说非常感谢，难得能记住点了，所以过来记住点讲，跑用你表表来下吧，怎么样？嗯，感谢，他说感谢哦，他说非常感谢，谢谢老师，啊、嗯，轮流动呀不？所以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对面啊，楼安规嘛来滴楼呗，你个六万多的手表快表楼下嘞。那打电话，红色的，那时候打我，那时候都有些不那些嘛，那些嘛不喏，那个那些啊，李牛，那时候贝贝啊，那时候 H S B four 那三个啊，打电话，打说啊，那时候碰嘛红色的，打电话，他说耶，打电话红色的不喏多 fat， 红色打路标准，那时候不路标准现在红色打。打电话的，打电话的，他说用的是用的啥？不都碰色打嘞？是打电话的。谁打电话的？不都碰色打嘞？他说快点干嘛不弄？哦，打电话呗，虽然说发碰色的，不都碰色打嘞？能不用这干嘛？打电话的，不都碰色打嘞？谁打电话的？我老说啥的嘞？没啊，没得没有，昨天我碰色了，没有放假哇。啊，是吧？别人还有朋友打着，谁打电话的？啊，那打算啊，没有朋友打，不如别人打他嘴先。哦，妈妈打电话的。妈妈打电话的，没朋友打。打老说风嘛，所以打我那风呢，不得比帮了点看嘛，说十一路把他变的。好，篮球啊，老师讲那对比的 basketball， 所以 basketball 呢，打我主要看嘛，叫不如把他变变咯，干啥的 play。
好，打电话。所以老师你把它弄起哇，一个是风马送老师嘛嘞，是的。第二个阿克萨马送，不是个风马火，老师别麻烦去。阿克萨那不等于就是阿克萨的，另一说这边打的篮球。哦，他说也不懂巴斯克波克萨这嘞，我老师不录表么咯？巴斯克波克萨的个打篮球，巴斯克波克萨这的有没人生他嘛不喏？好了，老师这的不等于他没打。啊，那说不懂巴斯克波克萨这嘞，说没跟老师录这么，他说。谁会打电话？哎，巴斯克波克萨的。Basketball，哦，谁会打电话吗？打篮球吗？打篮球，谁敢没工皮带着马太家门楼呢？好，点着。谁会打篮球？谁会打篮球？不都把手包啥着？咋说你表姐样到啥？不都我拢干着嘞？谁会踢足球？谁会踢足球？不都把拢干着嘞？路面老师表姐们哈，老师打很火呢。啊，那如果就是老师让啊路，路那老师倒着来看嘛，路压的，路压的。那老师说路先生看表演老师。路压力也太小了，要压力做了上面那边压的，压的是吧？后头没有人帮我，那忙我拍出来，路没有话去压的吧？后头没有人帮我。他说，路没压呢不？没弄呢，都从老师爬到我们叫那身上等呢不呢？他说，没弄呢，路没压呢，所以，路没压呢不呢？路没压呢，没压呢，所以中国的他玻璃板啊，不都表弄等呢那哦？不对，那说你弄呗，弄按照这些弄出来还没有表现呢。没有。没有啊，没事。不对，那说 not 不过 don't 弄之前的罢了。叫啊，漏的。Malone 没来。对，没弄呢，don't 出来说罢了。啊，那没讲，我话你没弄呢说罢了。不叫打人。不叫啊，老师啊，没弄呢。老师啊，don't 做什么？老师啊，don't 啊，录进啊。那这样跟你讲，那个，一天天票，don't。老师，刚才我来讲，我老师把动别都不要来动，别抹红。不要。哎，不要。不要打人，听明白了？不要。如果我们扔那里，扔我们啥呢？不要吃，么多呢？不要去，么啦呢？不要来，么进呢？不要看，听明白了？啊，没歪。再一点嘛，如果我们压呢，说不路标弄出来听。不要打人。好，那 A 三票，你如果有，如果我们压呢不？那是白了的。你录我们家呢？马兰不家，要打人。你不要打人哦，你不要打人，你录我们家呢？不要打。意思是说不录没有来说，老师讲了，老师我写的好嘛，反正老师讲那点，台湾嘛，眼皮的，眼皮的，眼皮的看嘛，把皮来说，他打人，录下的。刘亚也说到了顶点头了不？他说，明白没有？他说你妈屋里就是不能动手，老板苗，还拍着。那叫那底下村民说，他叔叔这道理是吧？都看苗啊。提前呢，都落着出来着。他说这边要家里，都老公拍着哈，要个啥？要个啥？这说门口里吧。他说要家里那门口里拍，都在屋里啊，底下说，是吧？要家里也冲了。那提前呢，门口里都要嘞。后来找工作面哪里呗？面哪嘛工地出来给我谁有弄着来呀？好，那么别个说老师嘛来批评啊，不那我底下说嘛说了，他说嘛之前招嘛招超超招超多还不错，好没有录不来，比如就是招那我面嘛被遍布来着不呢？啊，面嘛被遍布，底下说嘛，哎，我遍那我不遍我那我老师遍考察吧嘞，我都遍到哪里了不？我说这好遍考察呀。哎，中华老师之前编的不？底下说看来是老师讲到那别人往台湾问哪路面了哦？哎，路面什么？所以老师台湾嘛，我说你不要打人，再说了，眼皮的，我不能形容一下不咯？
哈，你不能打人，你录下来录没下来，你不要打人，录没下来呢。录下来了，老师说凶嘛，啊凶嘛，所以老师都快要打不，过完都快要打的了。你不要打人不，喏，你录没下来呢。哦，那问一下不得，问一下，说啥路啥来去那啥吃一下，问一下说看那没来，我们没必要去说打打别人不要了。啊，比如说，老师讲话，老师要考路面，台湾要来，哎，没有，对呀，嘿。 后年里啊里，哎呀妈，上啊你路呀里，不老关系也表哎，没事可以说，看老师看哪没来我们，啊老师看哪没来我们，都不要好么？他没来都不要好么的呀？老师说，有那老师讲啥来的呀？啊看老师看哪没来我们，啊没来我们就是十级问你啊嘛是呀不喏，啊十级不，那老师我没来我们说，老师啊没看俺们讲说，老师二级嘛是呀不喏，啊老师看哪没来我们，哦俺老师看哪没来我们不老表么？一票为。 啊，我问一下老师。我问一下老师，俺老师去哪没了？比如说俺们老呗，没有度假，哎，大概今年不喏，嘿，俺们老也拿不着，厂长去多呀，嘿，年去的也没搞那多，俺们没来我们，俺们没来我们，所以还没有一路标么？我问一下妈妈。我问一下妈妈，俺没有没来我们，那老师，那老师我问，老师。 请问一下，请了东啊，行吗？老师，请问一下，谁家？老师没必要，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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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
后就是 van， sorry， die， die， 那开始学就是啥一点呢 ？van， 啥一点呢？开始啦啥点的？开始学中文的。你没话，你有啥啥点的吗？中文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苏比东，大家老说这是不嘛吧？哈不，那老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苏比老说东龙牙，我那多老说南边呢，你呢？因为中文啊，老说本来就是多，南宁的西啊，老说怎么拆嘞？呀的，那边老说好像这是不嘛？老说追他，我那都拆他，就是老说一弄啊，好么？生的好问哈，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东龙牙的，那这秋露里啊，老说都特别叫人有来西。这是老师有对他话了，先不要露面。我呢，他是老师闹啊闹呗，闹哦，把他批成那个德泰帮人，都不这样的来学。那老师讲呢 ，subject divert object 帮人东亚人，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你没话留在啥咪在哪嘞？你 subject 什么时候？别弄啊，啥咪在的开始学中文？别弄留在啥啥？那老师我问一下嘞，八月份分也这边八。拜八拜那说是啦拜，我八月份的时候是啦拜请中饭，老师时候不让等下比他的时候，那是啦拜中饭开始学中文，丢早啥比得哪不？我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学中文，那老师你这样讲哪里是不是？老师明明就是老师你这样那啦拜呀啥呀？哦，然后老师标记啊那个看出来啊是老白啊，所以啊那老白的话啥比较啥的呢？我二月的时候开始学的。喂，翻天吗？翻天吗？老师翻天吗？你翻啊白那老白我二月份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好，那老师就是还没看表姐啊。那明天个啥比较啥的呢？明天个？我去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对，去年这边啊，明天个，我去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啊，明天个啥比较丢啥的呢？啊，老师刘姐，龙哥的阿爸噶，龙哥的阿爸噶，老师对面对，龙哥的阿爸噶，那表姐哦，莎莎，啊，龙哥的阿爸噶丢啥啥的呢？我
都会啊，八个。三个。下个星期分的时候开。侬跟阿爸家了分太咸了肉的喏，侬跟阿爸说掰太咸了咯。我下个星期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哦，我上个星期的时候开始学中文，侬跟阿爸家丢啥啥的呐不？啊，那老师，我是老外弄啊丢啥的呢？那掰吧这一份。我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学中文，那张那第二次说比完那喇叭，老师底下的那喇叭呀啥了？哦，我二月份的时候开始学中文，那老师底下的第一张表演，那是试验的那喇叭呢？老师丢啥的呢？啊，所以，那个，哇，阿姆拉水，啊，那喇叭，那三十年呀，丢啥啥的呢？阿姆拉水，那是别样的，好，看个鱼。我2月28号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啊，那个 Kinsana 阿姨，你别弄啊啥比较感冒在哪嘞？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啊？开始。好，那个，那好了，你别弄啊啥比不计算在哪嘞？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他说：“美工不能那来他嘞，你别弄啥比不计算的大嘞，说的美工，而且你结果的大嘞，那看真结果的低不？别弄啥比结果的大嘞。”嗯，你什么时候开始？你什么时候开始会中啊？游泳。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游泳？你别乱撒比哦，一股带大嘞。好，那个苏面虫，你别乱撒比不计算带大嘞。你什么时候开始会画画？画画，画画啊！你别乱撒比哦，不计算。比如没有在表妹动路呀？好，那我成名撒比不呢？已经那边老师 already 或者你阿来表哎，已经啥老师 already 这个漏笔多了，好，这个漏笔多了。我吃怎么样？我没有，你吃没啥比比了不？我没有，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你吃没啥比比了？哎呀，我吃饭了，皮，我吃没啥比比不？那哎你阿妈已经代表了，我已经吃饭了，我吃没啥比比。那老师这边八卦了，没瓜我煮呗。我吃饭了，剩个他们仨 baby， 我已经吃饭了，剩个他们仨 baby。那老师八卦了，说已经开始表来了。老师张大六三给我面完了，好，那面没有没有哦，不然我那边东西有不然那边 ，Binky， 你这路表得了？你会说？你会说中文？没个马太。啊，你会说中文吗？你会说中文吗？哎呀，老师，你已经不能发表东西了不？实际上，那么已经不能动。啊，都说啊，表啊，你丢了表，我丢了表，这比谁好？比谁长大皮啊？我会说中文，我丢了表的随便随便的东西呢，已经不能帮动嘛？那意思？我已经会说中文。我已经会说中文啊，丢路标的了。那我会说中文是啊，丢路标的了。我已经会说中文是啊，丢路标的了。八卦了，已经就是说已经出来的印象，就是说那边面段哈。那老师，你印象一比比了啊？你印象一比比了不？哦，那老师，没给我妹妹，你有吗？是，你印象一比比了？印象一。你写作业了吗？
你写作业了吗？我一笔多笔，老师已经不能帮懂了。瑞士兵，我已经写中文了。功课就是作业，再代表我已经写功课了，或者我已经写作业了。好，那变多了不？你变多笔了，老师不录名了，苏珊的，你变多笔了？我已经回去了，变多少笔？那老师，你变哪笔了？所以三十四不露面了，在哪面做？你变哪笔了？你会来吗？来吗？把的变表呀？来。你变哪笔了？你会来了吗？你回来了吗？混哦，混呀，咱这里讲的阿龙嘛，比混和温混二声混。你回来了吗？你回来了吗？你变哪边了？哎，我变哪边？哦，我变哪边？那多少啊？已经不等了。多少些人家呢？这年呀，等难道我变哪边？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回来了，所以老师已经哦，所以老师讲到老师已经我把了录门面了，已经就是 already。他们老师已经有特别把大边录面了，可是已经特别来看嘛，老师讲到 deals ask 就是那边面多了。好，老师拿过的嘛，计算的把花的嘛，其他的汉字就是长，这样长，三声长。啊，写多嘛把的汉字就是长，这样汉字的那可能还就读呗。哦，一共就念就读呗，可是老师单超乖的。计划的包括的哦，老师，汉字的苦了哦，他们老师都对讲那拍的计划的包括的，那写的哦对长，那老师啊，老师咋说行？凭不得他也参加学嘛？到底是长快嘛，窄快嘛？哪个写哪个讲要记啊嘛？比如说老师头发哦对呀，头发是这边，这边所以老师这边啊写的，这边包括的模糊，所以老师讲那拍个的，参加拍个嘞，长头发，那地方都地老师讲了比他嘞，长头发，就是老师妈嘞，不是讲长的出来吗？哦，这边啊，老师啊，写的路标嘛，所以老师啊，长头发这边写，头发这边，长头发长啊写的这边写，啊对，那这边写有在点不？喏，把路标弄到他嘴子。我喜欢长头发。我喜欢长头发啊，这边写你的这边多短头发，短头发短啊多多，短啊多多。所以老师这边这边嘛，配的对老师短就是这边多不？喏，短头发这边多。那苞米，所以老师苞米啊，鸡花的苞米的话也是咱们写，再到老师把路拍没有苞米对，就是长没拍嘛，苞米就是苞米写别写的喏，苞米鸡花的苞米苞。所以来说，长的拍路是咩？长的拍嘛，长裤子，长裤子就是薄米靴。那老师讲到这个 speaker 不呢？那薄米是为啥来在的？哦，我丢，老师啊，穿那薄米是为啥来在的？是不如不要弄冻了的。我喜欢穿穿裤子。我喜欢穿，单穿 baby 的代表，两表要。我喜欢穿穿裤子。长裤子，长裤子，长裤子。那都靠边边，我帮你写回来在的。我喜欢穿穿裤子，穿。我喜欢穿穿裤子，长长。我喜欢穿长裤子，我喜欢穿长裤子。我喜欢穿长裤子，老师写短啊，短的，所以老师必须这边读那就读完咯。短短裤子叫薄米短，那老师标记啊，我看我啊薄米短，我也那么在乎。啊，我不有人在乎。我喜欢，我不喜欢穿，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穿，穿裤子，穿裤子。我不喜欢穿短裤子，我把米煮完了，没在。那老师就要了，别讲了，长大了，俺妈找老师长好着，就要了，几穿来了，就是老师就要来了，长大了。比如说老师长大了的，老师的时候，就是之前忘了，以前老师会很生气，现在老师会生气，老师最初的都他错的，那老师。又有改很多了，你还标了他不能，因为老师已经长大了，哦，老师长大了，又要了呗。年后就说老师长大也标吧，年后父母要钱的，哦，没把啥人不想说，你说，哎，你为今年我来点啥钱呢？啥来点揣钱呢？没得呀，背包，那呀，背包就上背包就当背包，按你挑的，因为你还没有长大，你还不懂，就是说哪么来过，侬没把不想说，但么，叫你老师长大就是说，人家要了嘛，过下来不想讲嘛，过地没路。你妈比妈乱管不得，因为你还没有长大，你还没有的。那我老师在哪里长大了？那老师在哪里不能就是还在表？我啥么样路谁说不说了没有？我不想这样子的，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你们还学要的，你们可怜的的的掉红包，长大了要懂事，给啥也教呀，哪里呀们？要知道自己要看书背书。我阿达老妈阿婆阿娘家都哭出来了，没啥没有的呀们不能。所以我长大了，那你也要了，比说要不录表吗？你也要比。啊，老师说老师男朋友啊，表哎，老师伊咋不？那表哎，老师伊那冬天就热啊，老师啊，那现在冬天是里边去的呀哦，啊，那老师又要哪边说？如果没有表了，如果忘记了啦，就回来有表嘛哦，谁家家啥现在哪里还没有表了？老师那啥冬天，那啥零零，那啥寒天个谁呢？苦，那啥冬天真的谁呢？没读啊，啊，老师不表成熟，现在哪哎？哦，哪里在哪嘞？不能嘛哪嘞不？啊，都表扬了，说你越要拉比，说表扬的。哎，老师已经不在那动物园了。哦，表姐啊，我们爸爸来。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长大了。哦，你已经长大了，你越要拉比。那老师长大了，你越要拉比，说老师，如果你继续都越要拉，都不要表扬么不？哎，我这边来表扬的。然后说啊，长大现在拉拉谁多听听一表啊？那比如说老师就这样嘛。你啊，隔离了么？已经长大了，还要问我啥结巴啥结巴呢？我们表情不，那嘛设备表露牙。你已经长大了，我不想骂你了。哦，你越要老，我你们送钱了哦。哎，这都没有动露牙嘞。好，那老师长大了，你把咋了？然后所以老师讲到长了拍的哈，你留啥的拿不到家里嘞？你学习中文多久了？老师这个表妈你也懂啊嘛？你留啥的拿不到家里嘞？说说啊，讲了，你什么时候学中文算？你别亲啊，留啥的拿嘞？等那干了没呀？哦，龙哥的阿爸家在哪啦？龙哥的你家在哪啦？把你老板家在哪咯？丢啥？等那钱没呀？我叫等那干了没呀？老师教到的，那老板家丢啥啥的呢？哦，说董老板他爸咯，那这些那老板说老师啊，说董老板的文化呗。董老板家啥的呢？说零啊，超空。我说老师啊，可能老板没，可能老板有钱的呢。哦，可能老板，那时候老师离了是呗。他说我学习中文多久了嘛？老师啊，太没，已经不能动物园了，已经4个月了。那老师已经没特别动物园没有了，也可以呀的。可是老师离不了动物园呐。我学习中文已经4个月了，啊，丢啥的呢？离了是吧呗？那就啊，丢啥的呢？真的是吧呗？我学习中文已经1年了。他说留啥的呢？等你洗碗呗。我留啥的呢？是拉洗碗呗。我学习中文已经8个月了。说啥老师分开了，家长老师把了是拉白，是拉白弄个的呢？他这样分开了，大家老师这股票了，是拉洗碗呗，姑拉洗碗呗，这个我留啥的呢？超拉洗碗，所以不录表么了？听得啥？我学习中文已经六个月嘞，我学习中文已经6个月了。天，爸妈把那个那边老师把那说，价钱是多少？得哪家的说1个月？老师，你们妈比妈不老你妈了？你们妈一边来不老呢？我要住，要住几天？不念你妈了不？我说我要住1个月，1月路表演牌喽，真的歪了，别歪。1月路表演真的歪了，所以老师不能说1月。得了，加加你嘛，加进目标了 ，1 month， 所以1个月。你啊，我丢啥的呢？那拉西娃，所以那数字给的多嘛，排多嘛，那拉加呗，2个月
too much 说的哈，比如讲那个两个月，然后老师讲那个嘛吧呗呢，两月二月六表来嘛撇多了，他叫 February 撇多哦。那第三点呢，冬啊假呗，你这两句话嘛，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就是three months 冬啦，然后三月六表来嘛撇多了 ，much 啦撇多嘛，所以这些爸爸看了。各看嘛 ，one month, two month, three month, four month 撇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哦，得了吧，能了吧？你不要紧张了。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那里加了 January, February， 没加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所以你东姑要清清楚楚的呀嘛，哦，那个清清楚楚的呀嘛，喏，那不要来看嘛，叫他聊，我不如嘞。老师，我们第六里老师教的两个家说四个男家嘛被动完了说一年嘛二就动秒了。不是啊，一段一段的看嘛，老师傻傻的弄啊，一段一段的看嘛。哦，那两个多少门路标出来的？比如说老师一个两个，哎，我这边搞的分明了，几遍了，跟人家动了，这苦那苦动苦了，一这股一段。连的东西都有，真的东西讲的嘛，表表多爱哩。啊，你妈妈。就是叫一月、二月、三月，你不多了，是不？你也叫没几了。一月、二月、三月叫多，二月是吧 ？February 啦，对，蛮啥的。啊对，说实话喽，两月咱们是有，二月别是的，多叫了。这腊八就是 January 就是一月 ，February 就是二月。然后说二呢，两呢，许多的好朋友，就是快乐没有啊，对，蛮搞的哈 ，February 啦，咋了？可是这啥表示不？许多不许多的，那苦了不得了哈，么的呀？那要两个人，如那样，毕竟那苦两个，起码说嘞，那腊八 too much， 那腊假的两个月，半天的咯，两颗苹果。啊，不是嘛？所以那老师说，那是二十，那呀两百，这种就懂了。大家往买啥嘛？一段的，一段在看嘛。苦瑞这苦，那苦冬苦，一段一段的分的面，就是两的冬啊嘛。哦，而且老师，汉语少点，马来就不过来，怎么了？就是汉语少点，马来就不要就是说，些冬冬呢，老师讲到家讲到阿龙地方吧，老师哎呀，汉语说，生的对标看是吧？没有嘞。对了，没对。那老师生的代表人看嘛？老师讲的有性格进，对了。两位秦两老师也是有性格的嘛？对，但不是这样的嘛？啥吧？都没没关系。老师讲的对的了不咯？就是哎，那个两位秦来，秦过来，两位路么标本的？哎，第三人对吧？二位过来说，张张张的路了不咯？二位讲话不？二位过来说，爬到二位过。一个人许多嘛，两位。那把比如说，多少地来说的，只有比嘛一点嘛，不喏。老师三年多嘛，老师两嘛多年了，这个肯定没有变嘛，没有说可是老师第二啥的，对多少不喏？只有比嘛一天嘛，老师变哪一块的路的些，我们变的也路的些，变啥看不？哦，三年多我变来哪年去的？三年多我们改的也路的些，所以老师还是二位是吧？不是他嘛，后面老师二年多嘛，奶奶，如那样二位。二位过来，请过来。但是二位请坐，谁弄啊？懂了？两位请坐。老板老师，我可能在这里面站就是嘛了，没有说老师这个用人嘛。哦，老师在那哪一？那哪一？二点路多表演，妈的呢？没有丢啥么？在铺表演。要说两点，不是二点，两点。那老师二的老师不？妈的路的老师什么表？妈的路没表？老师这个路没表开啊？是的。老师果然表开了。老板老师，三点对面三点好么？喏，乖乖嘛，啊都喏。所以早的嘛，老师 HSK 嘛，来生的都变了，都 four and five 嘛，变的 ，two three 嘛，是老师都没变的，所以老师妈也都让没标，可是老师生的都怪他，喏。好，那老师的嘛说了，我在老师家亲那不得病，哪里没弄着呢？那 community 转的认识，今天嘛老师来标认识属于那排空，哦。嗯那嗯啊日落破落那对俺把苦嫩嫩里来的所以认识了朋友第二个弄妈留你叫什么叫俺把苦来没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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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看路这步 no more 看没有你的专利很高兴认识你很高
你刚说 Russian 就是，你那个名你要，人家问到呗，就说 Nice to meet you 不？English 啦，所以 Nice to meet you。哦，很高兴，很高兴说，英文打的，认识你，你那吉尼亚了，很高兴认识你，你那吉米吉尼亚了，玩大把的 ，nice to meet you。二是我来呗，你那吉尼亚了，玩大把的，是不是表了？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我来呗 ，nice to meet you too 哦。哦，都没有没有 English 嘛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我也nice to meet you too。阿罗桑达斯古表姐呢？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我过边表嘛，不侬你那去明天还来个问答吧嘞不？所以老师你阿弟说诶，生气不？好，那老师，这个题目是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你如果同学没识别不？好，老师在的，老师你一年老师对比哦，比如了喏，哦，同学我没识别的，同学我哦推荐别人给我们毕业作业对比不？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那生词老师不讲了，明天比如了不喏，课本老师可以。那他题目就是在教室，教室，教室是啥的应该？教室，告诉你啥牌嘛？喏，在教室啥得看嘛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不是视频的？发送给你的，你过了上辈子的。那老师讲到苗南，他说这是送给你了，表也压的，他不那么得出来，就说都得难过，我表哥哦，八分票呢，蒙着人家拆了，怎么拆了压的，拆了压的不？那都得是不搞了，说是你行皮来的，得公路你慢慢得拆了，这是送给你了，表也压的了，对吧 ？Respectfully 哈，李大木表今天这得了拆表了，不领了多昂了。这是送给你了，表来人家了说，这个表多啊，看嘛压呢。所以来说 ，respectfully 表就能理呢啊，得拆拆啊，这是送给你的，但你我了上辈子的，是什么？是什么？说芭比 CP 的嘞，表我弄芭蕾不，弄芭比 CP 啊的，所以特别牛。是撇的嘞，subject 是有那的吗？不干你啥了？一本书吗？第烧的欧拉的，对，好的，这本书第烧 subject 是撇的，不，我写的，阿姨的，太谢谢你了，所以老师立马表进来不？一路都没有弄到那么表白呢，太谢谢你了，说老师，我们东南户东开户的，户龙啊东开的，都多开。老师，龙哥的身体那个丢啥，不嘛东开的项目了。老师，龙哥的眼睛那个啥表，太谢谢你。所以老师讲到面子，你是加油那表，指标喏，记住的呢。说老师，老师太谢谢你了，说那东南没有对啊，说老师讲到你龙眼股嘛，就是搞到表来这看嘛，就是讲到啊，我喏，哦，讲到丢啥个 upgrade 屁股怎么样，丢啥来没？妈了嘛妈我哎，妈懂了的还没有啊？那所以老师底下的，所以老师是做表的，每天给都记住，也在那里表现啊。感谢，好是非常感谢，所以都不要嘞啊。底下也谢谢你啊，所以老师太谢谢你了，都啥我没办啊。所以老师就出啥一波喏，是啥他妈办的，但是给别忘了表啊。所以老师别明白很，在教室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是什么？是一本书吗？对，这本书是我写的。太谢谢你了，好，一天给就念一下。生日快乐，在教室，在教室，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是什么？是一本书吗？对，这本书是我学的，太谢谢你了。好，在家里，在家里就是 A 吗？早上有你一个电话，早上们那个当有去补啥嘞？有你说们那个企业不灵，一个电话碰到了酷企业说风的高温他也留表了早上有你一个电话，
Menaka phong to go in hari, menaka phong to go she is a debut bura. Oh, Chang Shan yu ni, menaka ni a phong to go she ebo. Tianhua shi shi da da, phong am du sa da lê lê. Puja da, mati wude, shi urges jay da, jay sa lao so kind, di mama hama lao so minimum bao. Shi urges jay da, jay sa lao so kind, kind to you lao so nong bao jay da, da kind ha. Shi urges jay da, shi urges jay da. 打干啥嘞？好搞米嘞！晚上我问一下儿子，娘家人俺大米来了嘛？所以老师就买张张买他嘛接接受干的。如果说你旧的不，老师就买了封江表啊，别的封干的。那不过南边得吧？啊，张山有事嘞？你一个电话，你妈封过去耶？电话是谁打的？不知道，是儿子接的。打干啥去的？好，晚上我问一下儿子。啊，所以要在家里那个动物的。 在家里，早上有你一个电话，电话是谁的？电话是谁？电话是谁？谁？老师啥？在家里，早上有你一个电话，到，电话是谁打的？不知道，是儿子接的。好，晚上我问一下儿子。 当然了买呢，谁打的？谁打的？那晚上，谁打的？电话是谁打的？电话是谁打的？晚上，哦，妈妈呢？啊，那老师，上班嘛，把这哈里买啥呢？并要啥子过去了干嘛？在运动场，运动场就是阿个咋个？运动场，你喜欢踢足球吗？喜欢不能动它嘞，你不能给它来宰了。非常喜欢，老师说非常感谢，是吧？然后啊，张英特来问我，记住点的说，非常啊，老师 over 撇多了，哦，老师 best 那个 good best 啊，拜不呢，superlatives 撇多了不？哦，非常喜欢，很喜欢，张英特 over 撇多了不？你如果张英特来问，很特 over 撇多了，哦，非常喜欢，没懂么的啊，在的，哎呀，在的，说的还没有。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你 grandma 不在家没路踢嘛嘞？你别弄啥，比如不弄啥干哪嘞不？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我是等你个啥比不弄干哪？所以老师说啊不，你什么时候学中开始学中文的表演嘞？啊，当然表露牙嘞。老师说耶，我14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我14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比如有的老师东路也问咯，那你妈叫了我阿达斯真的干啥比较普通啥干哪嘞？已经踢了10年了，已经踢了10年了，已经不再动他嘞，干啥？哦，不就放纵他嘞，已经踢了10年了，3年许多呗。那老师说踢有啥的呢？3年许多以为他吧咯，已经学了15年了。那老师讲他的丢啥的呢？那就属于离了许多呗，已经学了4个月了，已经学了4个月了。有没有老师都表明等同呀？好，再念一次哦，在运动场，你喜欢踢足球吗？非常喜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10年了。好，那个什么，丹丹牛姐帮我念一下，在运动场。在运动场，你喜欢踢足球吗？非常喜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4年了，10年了，已经踢了10年了。10年了。好，那说在公司看你吗？你在这儿不在动它？sorry，这里路不动没？这儿呢动它不？那说二不着了，说啥累没？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那老师，你丢啥的呢？多长时间呀？多久时间了？就读外头老师表差不了。所以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你立马都找不到家里了。老师说实话讲，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或是你学习中文多久了？立马找了，你立马都找不到家里了，就是我请不到家里了不？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那老师讲的，老师 FDY 哦，Online Chinese Class 嘛，丢啥的呢？你在这学中文多久？多长时间了？你在这学中文多长时间了？你他妈丢啥的呢？不老家呗嘞？已经2年多了，已经不能动他嘞。
已经两年多了是吧？那你觉得皮娃比的？我是2011年来的，我是这视频的。你看你这拍的，这东西拍啊没？2011模糊，2011年来的拉扎，已经两年多了。我是2011年那个年来的。你认识谢山生吗？谢是吧？那时候悠悠你的懂他了，记住这的谢山生，你谢鲁金明古是你哪里？认识印尼人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我说大学是 university， 我说 university classmate 的别的。这个工作室他帮我介绍的，你老板多啊，我没事比他来的。那老师讲到的你嘛对他不过老师给别买烟都没有，平时嘛批评你讲到也没的。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你在这儿学中文多长时间了？今天嘛，明天来没东东亚了，对他们，那已经跑东东了，已经两年多了，已经四个月了，已经五个月了，懂得没？我是2011年来的，老师，你来台湾多长时间了？东东亚人哦，你台湾了，本来你是不了？那老师已经七年多了。已经七年多了，那老师别让我来了。比如说，那他困那个他吧，然后困的比较那么受钱了喽。我是2000年来的，哦，我是2000年来的，哦，那他困那个来我，侬那别别老师来，那他困的毛老师没你喽，啊，那老师起码这都没有动过牙的。那老师啥白念一下，温看不在公司，在公司，你在这工作，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嘞？嗯，其实两年的，已经两年多了。我是二零一一年来的。你认识谁？是谁吗？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好。那老师看讲那不读人方面来吧。那老师独立队伍第一个没给我拍呀。这本书是谁写的？这本书是我写的。叔叔啊，我写的有完了哦。这本书是我写的。好，那能不能印上票？第二题，脚上的电话是谁接的？脚上的电话是。有改吗？啥玩意儿？不知道。不知道，阿鲁亚啦，不知道。哎，然后 HSK 发票，哪里啊？东文的，一票位。早上的电话是谁接的？早上的电话是二姐接的。哦，没那个风啊，大改呢。老师讲来的，按上的过去，老师把账。你一弄老师讲到再打皮开呢，那把皮开嘛，比如说，老师刚才讲到 HSK 给皮啊嘛，不，那老师 HSK for 要没？那老师讲到一条啥白狗，慢咪个智力不咯，慢哪一个？老师讲到说，古里啊，说说比快，老师讲了嘛 ，HSK 对着新建的耶，老师知道你哪台不咯 ？for 要，老师讲到 HSK 叫龙王们找不咯？然后老师讲到慢他哪样没不咯？这东西不讲一点没有屁事也没落，看满这个平板不啊不理解。好像第三题那个Amara 学姨，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他是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对，但是真的干啥比不能干呢？好，第四题喊出来。他在哪工作多长时间了？他在哪？我老家不都表完了？莎莎，他在那里工作多长时间了？他在工作两年时间了。他在那儿工作两年了，时间表太长了呢。他在那儿工作两年多了，那你做的表了都。他在那儿工作两年多了，那你做的时间表嘛偏太长了，然后多长时间啊？请不了假了。他在那儿工作两年多了。好，第五题，还没看。
工作是谁帮他介绍的？工作是他大学同学介绍的。啊，大学同学就是，所以老师讲那一部分咯，第老师按上的个性路大里有老师，哦，慢慢的，老师啥的呢，请讲一部分咯，对差不过，有在那份，讲那 HSK four 要录取，龙王老师 HSK four HSK 给我弄 speaking desk，龙王没找着，老师啊啦，一样一级，好，那老师，讲那的老师呢，问以后，老师讲那也啥故差了咯，问以后就是老师啊，问比呢，啊，问比呢，啊，老师问以后呢，问以前些不？以后还得呗，老师啊，比呢不？不比呢？表姐呢？他们啥比呢？叶秋比呢？伊啥叶比呢？啊，这位这比呢？哎，俺都没有比呢。啊，老师那么的吃饭，吃饭就是说他们啥的，然后吃饭那么老师讲了以后，我吃饭以后，他说，个性录取哪不呢？你他们啥比呢？谁不都不用了？你吃饭以后，你得这种过出来。那好，他们啥地方吃饭？他们啥味道个？饭以后就是吃饭以后，你他们啥味道是不是表么？你吃饭以后八路嘞，叫什么？你吃饭以后叫什么？啊，你吃饭以后叫什么？你他们啥味道八路？老师讲那撇的嘛不？我你他们啥味道八路了？那老师你妈一他嘞？我吃饭以后啊，他们啥味道八路来说去休息。休息啊，老师吧，俺哪休的？去休息洗手吧，说，多俺哪休的？哦，休息啊，俺哪休的？去休息说，多俺哪休的？我吃饭以后去休息，多比如俺哪休的？那老师讲那两个，老师把了去休息都表的，老师讲那鼓楼的哈鼓表姐啊，老师还没买讲那屁用没不能鼓楼的好屁，还问你，你吃饭以后叫什么？我吃饭以后，我吃饭以后看看电视。看电视 DVD。那老师啊，其他的，我吃饭以后看书啊，他们啥边呢？啥拍的？或者我吃饭以后背书啊，他们啥边呢？啥接的不？哦，说话张大哥姑姑他们啥边把路来接的？人家说下班啊，路线的，下班以后就要把路路线边呢？大孙，你路线边呢？把路来不路没了？你下班以后做什么？你下班以后做什么？哎呦，老师要批他嘞！我下班以后，我先洗澡，先啊，严重，at first，先啊，我洗澡路表演一下嘞。我老师那那明明的批起了啥叫不太啥了？先啊，这边个老师啊，严重哦，先啊，严重，洗澡啊，也出的，所以我严重也出的，我先洗澡。那老师讲那标记啊，老师啊，明白讲那皮不？啊，看三那，哎，你下班以后做什么？我下班以后，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老师明那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等下今天就入校了嘞嘞。好，那老师你嘛一他的嘞，下班以后跟朋友喝咖啡，更转呢，跟朋友喝咖啡，等下今天过飞到的，更转呢。跟朋友喝咖啡，等下进来咖啡到的。下课以后你做什么？啊，但是你那爬楼了。那老师叫那要不要接啊？然后呢，你下课以后做什么？我下课以后做两休，叫太子阿姆楼。哦，楼在上面睡。吧？啊，然后要不要啊？我下课以后学两休，学念书这项目了，念书作业，念书啊，两休，学变表啥姐，里来？变表啊，我下课以后，我下课以后两休，念书啊，等出来，念书。两休。那老师你嘛不能，你有老师你嘛，但是你那你把漏来了，动静了，你叫什么？你看喽，你但是你那时候你下课以后叫什么？在家动了呀，你不嘛录不录表了不？我们这些喏，所以你啊，先要来闹要来个谁的？爸妈脾气也没漏耶，哦，老师你们不要紧呐，但是你那你把漏了不要紧呐，别着你叫什么？你看老师你妈说的些，哦，你啊，你但是你那时候你下课以后叫什么？在走路动了呀，所以老师你有 sense 这是哪门骗人不？喏，下课以后但是你那我帮妈妈。老师帮我说说电话嘞，过年的，我帮妈妈说，我没个过年嘞。下课以后，我帮妈妈。然后洗澡以后，你做什么？
洗澡以后你做什么？也出去弄点把漏了。洗澡以后我去练习写汉字，练习就是老师说 practice 漏的练习，对不对？练习写汉字，汉字也打油 practice 漏的。洗澡以后我去练习写汉字，汉字里有 practice 多漏的，所以对不对？我去吧，退他的去没退，所以弄个 practice 漏的不？这老师叫了practice 多漏的。多了吧，贴贴来的。我去练习写汉字。那老师讲到第二个啊，那个牛妈子，你洗澡以后做什么？我洗澡以后，我去打篮球。啊，洗澡以后，你出去嘛打篮球？你哪来呢？你出去打篮球，吹边出来？这怎么了？不是？沙呀，所以弄慢慢的。沙呀，皮慢了呗。这边呀，比如有地没修，野球比不怎么多，比较打篮球也吹边出来。我嘛野球比打篮球吹边出来不？所以老师都在当当当当的哈慢慢的。这老师丢啥比较都不嘛不弄，沙么沙呀，无论对山这张表，这边是呀没。说说如果长大比较大，实际上以后我去打篮球嘛，妈不也傻掉啊？反正可是老师有利息啊，那保证有利息哦。而且老师啥样介绍的卡嘛，那看来长大的有不变啊？不喏，哎，第三代是有利息哦，喏，scrum 嘛，也在不变了，有利息哦，所以老师长大的有不变嘞。那到老师毕业以后，那老师那个长大的时候了，老师毕业以后不能挂过介绍机啊，行了，行了，毕业以后不能的不挂过民工的这样介绍呀。你看电视以后说什么？好，问完你。老师，爱好变没有变皮亚马了。我老师，我没工的时候理扫表嘛，再跟没工理扫一下，没工没留钱了，将来过班没工不？你做电脑以后做什么？你做电脑什么？你做电脑。你用电脑以后做什么？以后做什么？那个用的啥？你洗澡以后做什么？洗澡以后，老师都没说哟。你翘课。你翘课做什么？下课以后做什么？老师都没来。什么？都没来。你吃饭以后做什么？都没来。你。踢足球，你踢足球以后做什么？好，我爸爸来。你读书以后做什么？好，那老师哪趟之类的不呢？长大的比较娃的还不呢？就是那老师以后不得嘛？老师长大的有那怕不好意思打嘛？不，那怕老师啥没嘛哦？那老师啥的，那我奶奶说嘛？那老师看老师有没有准备好变身米段要长大的嘛？老师长大也说说比较娃的不呢？第二个就是说应该一笔段人啊，老师以后不得嘛？全这些，不以后呢？不往后走也不得那东西。他们啥比脑波长大也在老师长大也比较大了，妈来了老师们比较多，包括来说就是老师们怎样的了。他们啥比你吃饭以后做什么动物牙嘞？你洗澡以后动物牙嘞？你写作业你写作业后动物牙嘞？而且老师长大了洗澡以后过呢？洗澡以后做什么动物牙？那么老师哎呀，俺老师啊 ，grandma 哎呀，有有些那法国professional 先生 ，native speaker 先生，懂得还有就是说，不往后不担心的人，不往后说，不比那个对不呀？说不以后干了，不比那个，不往后干了呗。可是老师长大一点的时候，做比方说，老师得过有些那好呗，人差别差了，就是不以后对他不管老师，还有一个不往后，比如说你吃饭以后，我懂哪天，你吃完饭后做什么？哎呀，你这是比较深的。他说：“老师，爸爸说老师，我以后不当差别等比来说，我以后不当来写。
咱讲到的不以后不能对了的呀没 ，HS 给对方嘛，假如不往后那动了，不以后龙王没动了，那是那边面哪不弄？反正老说 HS 给中嘛的呀，语法嘛，老说不以后呢，不往后那可追查一点呗。还有老说不前，不以前是对的，没不肯。他们啥比那不要，他们没啥肯扒漏嘞，也没抽肯扒漏嘞，咱们得肯扒漏嘞，所以还没有写的。所以他说，讲到要记得，就是老师嘛，还有不往后呢，不以前，所以不能那不写的不。所以老师说，应从讲到要记住，不以后过应对啊嘛，懂得啊嘛不？不以后过嘛，懂得，不往后讲，你那不看开了嘛？还有老师讲到，或者把老师还不能听的话不喏？哦，还不能听他，没没呢喏？老师讲到太不怎么听啊的。还念他念主动的不等等，老师讲啥？啥样都不得讲啥的，后面就是说，老师不要的如果呢，这边俺也还是这边理解啥都不得讲啥的，所以没问题。这边工人老个啥都不得讲啥，哎，不等等许多来嘛。所以老师你等的呀，还念他念老师主动的看嘛，讲啥这个对面多少岁的不呢？俺们老师哎哈，老师是改变嘛，也懂的。赵丹老师，语法低等不懂嘛，差没等。那老师咋低等，果然嘛差的了。还太不等老师写，所以老师讲到我不以后不等呢，不那个做关键性不等写多少呢？还不等那老师低下把编没有 revision 编他不能刚刚。那老师我们那篇咋都写？老师writing 编没不？那老师拉没阿伯不呢？你看这里有没好？因为老师的没。哦，admin 是，老师，admin 加他也打算 admin 在哪上呢？就是老师，第一也定啊啥不呢？就是第二班第也啥不呢？group 人嘛，不不呢？老师拉们二班不呢？10年呢，好吧？老师第一单个应该报的不？拉们二班应该你在沙龙啊，怎么定不呢？老师那就是 one two four 不？HSK two 呀，one two three four，还有老师 HSK one，啥说？老师你马路就比较容易啊。老师拉们，应该你在啥没买不？表演 speaking 说话了，所以老师啥场里不？今天sorry 今天让去的，没那盘提的呢哈。老师不住人嘛，讲哪里有你马路啥张不为我 admin 哦，拜托哈，谢谢 admin，啥讲？那老师报备也啥讲？你讲的，大嘞。老师这个呢，他没嘛路标了嘛，他我们理解他就是讲大爷嘛。那老师讲哪里？第啥讲的？老师这 speaking 有啥背的？所以大比较理解他吧。老师，所以老师，今天你啥没部门做了呀？因为第一天我感觉没是谁，我不知道，我忘记了。每年也没改，所以老师，谁 admin 啊？那 admin 代表不？那老师话皮不？那老师今天上课到这里，今天也站着老板，有没？